讲咱在即个自古至今啊，一个人若在即个地方上，也是在社会上，要受人的钦佩，比较讲一个大学问家、大事业家，也是大科学家、名画家，种种有出名的人物，自己拢也下一番的即个大功夫，才有法度成就伊的名望。就是修行嘛，同款嘞。你要成一个伟大的大人物，予人尊敬，而且搁予人效法伊的精神，也必须伊的道理有透彻，加一层自己有这个涵养的这个高深，言行合一的实践家，安尼呢，自然而然，人人就来尊敬伊，来接受伊的道理。来跟随伊来研究先天妙法啦，就亲像咱老师啊，不但道理透彻，而且自己涵养高深，所以伊有法度到处传道，予人来听，来尊敬伊，受伊法度的人，会用讲是不计其数。为怎样，伊会予受人会予尊敬，啊，搁来受伊感化呢？因为咱老师就是一位言行合一的实践修行家啦。阮老师叫做李顺烈老师，李顺烈祖师甲号一个道号，叫做玉真，自己家己号一个吼，叫做二祖。阮老师在民国十年，生在咱台湾省宜兰县罗东镇，后来呢？迁移在宜兰市东庆街定居。阮老师的老爸呢，是一位救世即个中医师，伊用即个草药来甲人治病。伊本身是练即个丹顶派的术，又搁沾一届机缘啊，经有一届机缘，巧合得到咱古早传来即个《德干记载》练身的即个秘诀。了后啊，自此更加勤练，所以伊的身体练到目睭哦，我都看到这个炎热的这个日头。八十外岁迄当时呢，伊爬山哦，伊健步而飞。有诶少年人哦，也阁无对袂着，伊毋惊寒，冬天哦，拢穿一个哦单薄的衫裤。啊！那阮老师的老母呢，是一位非常伟大的这个贤妻良母，所以阮老师自细汉哦，都受到爸母的教训之下，阮老师就以孝来奉待伊的乡亲，一方面呢，帮助因老爸哦，摕这个药草和这个患者做药童；一方面呢，帮助因老母做水卡，安怎做水卡呢？咱遮少年人较毋知，那相信哦，遮哦话遮哦遮较侪话就知影。咱较早哦，用个讲是煮一个大灶，毋是阮像即摆王家事哦。啊，伊吼大灶爱嘛爱掀茶，啊，若无就爱掀粗糠，哦，也是阮过路吼即掀草，哦爱爱所以爱掀火，哦，啊所以哦伊当时哦。因老母咧煮饭的时候，啊，伊就老师就甲掀火，吼，甲掀火，甲洗洗衫，迄个做做水卡啦，哦，做水卡。这也是吼，阮老师自细汉的时阵哦，就这份的这个孝心，所积今日修行弘道诸人的基础。因为你无论来生讲要做人嘛好呢，要做神也好，甚至要做仙、做佛、做圣人。都要以孝的
手。你甲看，所有的这个神道顶的这神明啊，互人来咧朝拜，无讲一位是不恭不孝的人。所以咱上帝一句话咧讲，讲必先孝为先，啊，这个道理。到这个民国三十年的中间啊，正逢着中日战争激烈，阮老师迄当时25岁。政治吼，会使讲少年不臃肿，自然啦、啊、难免伊世俗的考验，所以就受调远赴咱中国大陆战场。迄当时啊，阮老师啊目睹战争牛熊啊，牛熊就咱要讲牛就是牛痴啦的行为，因为呢，咱大家拢是同胞，啊煞来去相杀，在人类互相残杀这个场景。看到死亡这情形啊，宛如在地狱同款，所以阮老师就体悟出善恶，这个果报，这个天理，从此发心宏愿，要拯救人生，救济之力，这个大愿来庇佑世间人，予天下有法度来太平，永远免受伊战争这个劫难。在战场历经三年的生死的磨难，幸得安然返台，在战场看到血淋淋的体验，更加印证因果循环、报应之理。所以，阮老师更加深信这古圣人的金言玉语，半点无差错。所以，在这个《涅槃经》内面，这一句话安尼讲：，我来看《涅槃经》伊。善恶之报，利应随行，三世因果循环不息。这个环境，这是释迦牟尼佛伊所讲的，在释迦牟尼佛要归佛的时，涅槃，涅槃就是归佛圣道。以前伊这本经伊这来讲，伊讲咱这个善的报应，恶的报应，都那亲像这个影，随咱这个身躯安尼行。对咱的身躯行，哦，咱善恶拢对咱的身躯行，所以三世因果呢，循环不息，就是未消灭。安怎未消灭呢？一直轮回，咱的灵魂啊，人咧讲死，咱灵魂未灭的，未消失，一直轮回，一直轮回。所以咱俗语有一句话讲，人是讲阿摩咪人过身啦，过身啦。过一个身躯，哦，这过不是讲死去哦，过是身躯，安那过一身躯呢？比较讲，你若做歹哦，啊，过一身躯就安那，你五伦无分，非我难自，啊，即摆死了啊，啊，就安尼过一下，过一个迄落狗仔身躯，也是去做一个迄落鸡的身躯，也是去做一个狗的身躯，也是做你的身躯啦，叫做过身，哦，这哦，这是过身。啊！那你若做好咧，啊，就去过身话，去做一个神的金身，吼安尼哦。所以即个讲，唔则讲吼，未消失，即永远拢未消失的啦。哦，咱来知影哦，一直轮回不止，咱的灵魂永远未死，哦，即安。啊，所以咧，在即个中日战争吼结束了，在中日战争结束了。日本啊，无条件的投降了，啊，咱老师吼，就转来咱台湾，啊，就来到伊的这个宜兰故乡。一方面呢，伊就继承因老爸的事业，从事这个药材的生意。虽然啊，伊咧卖药啊做生意，啊，这是嘛？这是要维持家庭的生活。因为迄当时吼，伊退伍转来吼，结束了转来，啊嘛结婚啊，吼，啊嘛有囡啊，所以伊爱做生意趁钱啊。但是咧，伊吼，咱老师吼无法度讲阻断伊的初发心。等着即个生理的方便啊，啊摕药的吼，互摕药的人自由乐观啦，有钱无钱，药啊随在人摕，你无摕钱嘛袂要紧。你有摕钱，药啊拢摕转去，拢袂要紧，吼，拢袂要紧。一方面呢，伊就四处吼讲述这个善果因、善恶这个因果，这故事。无论讲在大树下也好啦，也是在庙埕、
街头巷尾，无处毋是款话，款先教化人生的这个道理。安尼了后呢，自己吼，咱老师感觉讲，伊所学的无充足，因为家庭贫穷啊，无法度讲买这个吼善书倒来看呢。自安尼就去图书馆，啊，就去深入研究，吼，这个经典的研究。所以受咱老师款化，李克华先生的人哦，实在太多太多了。伊为善根浅的人哦，嘛来欢迎嘞，来兴力、武力、教学咱老师。但是咱老师的道心坚固，始终哦不为这个吼困境所摇动。生如这个吼，生如这个地板。有地的九溪云，讲雕定青山不放松，日军宛在火焰中，千华逼敌还坚强，林立东西南北方。伊就吼，咱老师会使讲吼，拄着天顶吼，伊心未摇动，伊硬起心干的，这青山就是咱道心。咱的道心哦，未放松啦。伊的哦心就伫在即个吼，即个道心哦。伊讲，因为咱古早的修行人拢在即个化缘中，安怎化缘中？咱啊古早在即个大庙哦，即摆无啦。大庙哦，修行人拢啦，拢去在即个吼化庙内底居住啦。啊，若无就是在即个山东居住，迄阵啊练伊的练心哦来修行。哦，像咱李顺阳祖师嘛同款，咱李顺阳祖师哦，伊讲在即个山顶啊，啊吼，伊嘛是住即马住喺山洞内底，啊暗时住山洞内底休困，啊若日时哦再去江边说话，拢是在较早时面人拢是苦修苦行的，所以伊讲哦，伊就住在哪亲像即个住在即个化缘中来咧修行，无论即个千华万劫啊，伊的心拢足坚定。无管你东西南北方啊，心拢未晓动。即摆讲风，毋是真正咱即个透风哦。咱你讲咧讲收即个，你若讲吼有一句话讲，你若收到讲北风吹不动哦，啊你会倒着想，北风就是北法啦，北法就是安怎，就是离水非离清之可乐，即有四顺四逆哦。咱以后吼会来研究啊吼，所以这办法，就是讲你无论拄到什么逆境，也是讲拄到什么顺境啊，你袂有这个吼顺境甲逆境的这个吼这个风甲咱摇动，那你就成道啦。所以讲，无管你东西南北方啊，我的心拢是坚定。咱老师是安尼，所以咱老师弘道初期啊，那拄到讲有人来请益的，咱老师会使讲。伊无不言，言无不尽，目的就是怎，要予人清易的人了解。假使若毋知啊所在吼，毋敢讲伊自己的心意来冒断，随便应答，这就那亲像咱孔子讲，讲知己为知，不知为不知，这才是真知的道理。就是讲啦，咱一个修行人，你若知影道理讲，啊，就甲你讲。啊，你若毋知影道理吼，啊，我毋知影，真实的吼，我即话毋知，袂使讲乌白人讲哩，啊，咱老师就是安，就先控制安尼讲，啊，即句话我毋知，等下我来转来吼，啊，我查字典了后吼，啊，两日我再过来回答你。所以讲，咱老师的作为啊，就照这个高圣贤的脚步来咧实践，为了要传道，佮为了要应付众生的疑问的道理。所以咱老师哦，着欠食、欠用、欠一寡钱呢。啊，若毋知道理吼，啊，一方面哦，啊，着去图书馆，啊，遍寻国家的经典。啊，若看到较需要即个经典哦，啊，着甲买转来，慢慢啊研究，来印证实例，绝对不易用自己的心意来磨练，啊，来雕磨磨练。所以为了要追求正见真理，就累积资料、阅读文集，再来参考字典来注解经典的要义。
所以咱老师吼、哦，五教的经典啊，拢齐全。伊若要讲，即摆都几天啊，啊无吼，你若讲去伊的即个吼，伊所在吼，伊五教的道理拢有啦，吼、哦，比较讲佛教啦、道教啦、儒教啦、基督教啦、佛教啦，一贯都会拢有吼，啊，即个即个。笔记啦，吼，即祖祖笔记拢有啦。所谓古早即圣贤留落来书啊，伊拢有记，吼，伊拢有。所以咱老师传法会使讲，会使讲足充足的。啊，道理嘛会使讲吼，即经典会使讲吼足充足。但是咱老师传道繁忙，不过嘞，伊也是无师傅即个态度。到后来嘞，主力中代。有法度自立，啊，咱老师就无阁卖药啊，就无阁卖药做生意，就专心弘道，来即个讲经说法。所以咱老师会使阁一个博学不倦，日日精进，为了咱老师的即个精神，感动上天，乃有白虎童子的引领，来正见八仙之中，理顺了祖师。问到李顺良祖师，该受其四道六经，就来该传授先天大道，又搁传这个这本的三三归一，这本就是咱李顺良祖师传的，哦，三三归一，连甲身体吼，甲师公啊同款，哦，就甲咱老师的老爸啊同款，非常的健壮，唔惊寒，所以咱老师吼，提起食三顿。一天睡四点钟以外，专在这个册桌啊顶哦来咧讲经，伊有这种的精神。咱李顺良祖师啊，又搁嘱咐、吩咐爱效法圣人做伊的家业，就是做伊团队的事业啦，来弘法教化众生为己任。咱老师的大道心法，更深刻五倍。客户五背角任重道远，在台湾光复初期，社会环境诸多限制，在迄当时严格避敌，所以就不许随便公开一回宣讲之事。迄当时啊，才时常拢被警察来找麻烦，无法随处传道，所以皇天不负苦心人啊，当时。奉着万国基然道德会这个市长来先辈来引荐，因为呢，伊看到咱老师时常拢互警察吼来咧找麻烦呢，伊才讲吼啊，不如吼啊，你来加入阮基然万国道德会，啊，阮基然道德会才出一个讲师来证明予你，啊，你就免互警察找麻烦啦，了后。咱老师才正式成为宜兰道德会的一个职员，来担任各道场的主讲，来说这个先天大道理。所讲是各门的经典，比较讲佛教的这个《金刚经》《六祖坛经》《观世音普门品》，道教的《药师金表经》《老子的道德经》《觉世真经》。儒家的《论语》、《大学》、《中庸》、基督教的《圣经》，以及这一贯道的这个《凡响弟子》，以及这个诸子笔记的言论，咱老师就亲像咱孔子有教无类的这个思想，所以伊的学生呢，有各教门的教导来研究这先天道理。咱老师讲道，会用讲风雨无阻碍，无节力，从不间断。后来吼，经过了在即个七十八年啊，有一摆心念动念，啊，即个吼量不生不弃啦，啊，行动不便，啊，行路煞来挑骨呢。但是伊嘛无停课呢，下个讲是痛苦万分，又搁受人的讥笑。迄当时啊，咱老师迄种有一点的感觉怀疑，因为迄当时想讲，我一生。会使讲当多不当钱呢？啊，我来去滴着这条鱼，有这种的念头出来。迄当时咱李顺良祖师吼，才出一首诗来勉励安尼讲。哦，咱李顺良祖师才一首诗来勉励咱老师，伊讲修尽
下无当忍痛，下身为刀大马将。看伊文进靠不停，顺任自然免饥荒。咱二顺阳祖在，二顺阳祖师甲咱老师讲，讲你受着这个病，甲你拖磨，你应该吼爱忍受这个痛苦，你爱自这身躯来拼掉，免惊艰苦，吼、啊、病就病，你爱为着度度来度一寡迷迷茫茫的众生。但是你吼、哦，爱看吼，爱让医生看哦。哦，你唔通讲啊，你生不起哦，唔通叫医生看。所以咱老师啊，去门诊拢食止疼药啊。伊即摆若要讲课哦，迄止疼药拢食几啊粒，啊止疼。不然啊，伊骨刺哦，讲跌了神经啦。啊，因为迄当时啊，医生要叫伊手术哦，咱老师无啊。因为迄当时哦，伊学生无一个通代替伊讲课啊。所以伊就讲我袂使，我袂用。啊，所以咱做事嘛较便利。我你吼、哦、看医生，哦啊吼啊，这个课唔通停哦，嘛是叫咱老师讲唔通停。你要顺应自然哦，免饥荒，安怎免饥荒？因为迄当时哦，啊伊个阮公司哦，听甲无法度安着地啦，拢翘骨。伊以前咧，伊以前若要讲迄字哦，拢家己写。啊，等下生骨治了吼，啊，徛久啊，你写字安尼吼，啊，到尾，啊，一寡学生在讲啊，老师啊，你安尼吼，徛久啊，安尼写字安尼艰苦，啊，才退下，退下字就是原因，就是生骨治来的啦。啊，因为啊嘛，是啊嘛，讲人家铁桥呢，在这个泰安，那阵泰安，你都是吼，因为你古罗虎比我，你都是我嘛拢有对老师落去，伊咧讲道理，我拢有对去就对。啊，在这个泰安的时候，啊，因为咱老师哦，行到伊翘骨啦，安行，行到翘骨的时候，啊，人就讲，哎呦，啊，迄李道长哦，安，你讲道理，咱会讲到啊，煞哩翘骨啦，哦，拢讲，讲咧讲道理，啊，因为咱老师哦，三十外岁就咧传道嘛，哦，啊，迄骨已经六十外岁啊，你讲安尼，安讲道理，安讲到安翘骨，有人都较笑，所以咱二顺人造师讲。你顺应自然，这个都是顺应自然，你唔免惊人甲你提笑。这就是咱祖师改变的。咱祖师才甲咱老师咧讲，讲你安尼咧艰苦，你吼就只七家五祖会病吼，病甲比你较艰苦，所以伊就叫伊去编这个哦，这《大藏经》第四册《行记行经》，迄个可是专门咧讲啊，咱这个七家五祖吼，伊。破病哦，伊嘛量骨哦，嘛讲啊量骨痛，啊，即个脚风，啊，啥物手风，啊，啥物头风，讲痛到吼，我即是即句话，讲头风痛吼，迄我听行政讲啊，行政伊即摆都安尼啊，无法度去问，无讲哦，伊有看啦，看即个行政行政内底吼有写，讲膝盖有做啦，咧头壳咧痛，痛到动袂了，讲叫伊来地主哦。往许一桶水爱解破头壳嘞，因为较早无咧止疼药啊啦，会用我疼到足艰苦，所以吼、哦，咱咧这二顺阳祖师，讲你干那安尼咧有啥物人通好通好咧偌艰苦，膝盖有做比你吼搁较艰苦，为着安尼吼，咱老师吼才做者即个较早讲吼这录音啊带啦。做迄款诶，迄落，即摆讲，即摆毋知转过 TVT， 我是无啥了解。以前是录影带，讲定业可转不可转，就咧专讲遮吼，遮五教诶，即个教主吼，伊受着即个灾难，或即个吼，即个劫数啊，伊会变掉，才做一个转折。原因就是安尼，迄当时为着即个讲定业可转不可转吼，嘛救吼老师吼足侪学生，因为一寡修行人吼修到讲。我一生修行做善事，啊，我何必干安尼啊？安尼我也使着做善事，为安会怨叹呢？啊，伊则讲哦，咱修行哦，因为你若要修先天道的人哦，较艰苦。修先天道的人，就是讲你过去世所为业哦，一定爱消尽，则我都出善事。啊，你若修后天的哦，啊，就唔免啦，哦。啊，因为咱老师是修先天的，比较讲今仔日咱老师若修后天的哦，伊嘛会使求神啊。哦，伊嘛，唔过你修先天的都袂使求神的，你拄着啥物灾难啦，拄着啥物逆境啦，
吼、哦，你一定爱磨磨甲吼，安尼即个业互伊消，啊消尽，你才有法度脱生死。所以咱老师吼，就是吼，咱伫顺阳做师解讲了，伊就真正吼忍受啊啦，就真正就真啊忍受，吼、哦，就忍受啊，就照，因为吼，伊讲伊上听伫顺阳做师的话，吼、哦，啊就真啊忍受。自然忍受痛苦，啊，病魔会拖我，坚守像安尼钢筋雪脉。啊，真正呢，经过一段时间吼、哦，可能吼、哦、病业消尽啦，啊，这骨刺无开刀吼、哦，啊，自然真啊好去呢。迄当时吼、哦，真侪人甲问呢，问我老师啊，你生这骨刺食啥物药？我毋知，因为呐，伊西药伊嘛食啦。啊，青草药嘛食啦，啊，迄落即啥物吼，迄落汉药伊嘛食啦，为安怎？迄一寡学生吼来去大学吼，去讲去摕一寡啥物避风啦吼，咧食药啊，拢摕互咱老师食。啊，有个人落去沾即个青草啊，安规罐，迄规罐咧青草水，啊，互咱老师食。所以咱老师就，伊讲人啊摕啥物我著食，啊食到尾啊就食好去，就自然好去哦，就安尼。又搁经过了在民国95年，因为老师的这要讲伊的经历，我无法度讲到至清至明，是重要重点讲予恁听就对啦。在民国95年，迄个咱老师已经啊85岁啊，啊煞来中风呢。啊，伊煞中风，啊就爱停工啊哩。迄久中风，啊当无法度就真正停工。才有这伊这的吼，伊这的地主待遇。啊！你经过一年外的治疗，啊，病情吼较好的时候，虽然讲话吼较无遐清楚，但是咱老师真坚强哦，仍然哦不时这个辛苦，东山再起，恢复这个说法人生，做伊的使命。所以咱老师的教导啊，这个弘道的精神。真正可以亲像观世音菩萨大慈大悲的化身，咱老师上求佛道，下化众生，自度度人，一生不为名，不为利，自传道以来不收任何的费用，就是谈道不谈钱，做伊传道的宗旨。这也是咱老师有一位伟大。献礼做咱这个寺庙啊，共共同的这个功劳，做咱老师昔日树立一代圣人，谈道不谈权的这个人格，令当今的世间人敬慕来服从。所以门下弟子啊，立落各道场说法，制作经典，及传递 DVD， 各级、降级、各级人士。免费摄取，迄当时有这个专辑《谈道不谈钱》的这个 DVD 啊，也许讲流传哦盛况，相较于今日一挂宗教家传教价值观之日趋混乱不对不退，我咱老师实在是一个敬谢这个众生啦。即摆就是照着时钟的时钟啦，钟声啦，钟声哦，钟声。咱老师传到南北奔波60多年来，不喘，上言修行爱有一粒的坚定的心，其教导不仅易言教，更重要注重实践。上教弟子们身教言教合一，不为身体力行。同时要平等信事考证，如释迦佛祖伊在即个《佛地心经》内底一句话安尼讲，我咱来看《佛地心经》，积德信心教，修不难教他，欲欲教义者，先师教自己。即《佛地心经》讲，你自己呢有修养，信心教就是你自己有修养。你才会用个讲叫人吼，啊你嘛爱修养，我若安尼，你都无困难来教别人，因为你自己有修养，心性够，你自己有提起这个习惯啊，你才讲安尼蛮做习惯，你才会来讲教人。若安尼，你
要教别人都无困难。你今仔日想要教别人呢，你一定哦啊修养家己哦。你自己无修养，你要哪叫人讲你来修养呢？哦，这是无可能的代志。即个等于咱即个大学啊，讲修己治人，嘛是同款，拢爱修养家己，啊才讲啊，你都爱修养哦，你都爱做善事哦，安尼才会。在即个幽波释戒经，嘛安尼讲，先自度恶，修教人度，若自不度，欲教他度，无有是矣。是故先应自私。自低感、低足、勤行，连流到他。伊讲你自己要先把你的坏习惯除掉，比较讲你爱啉烧酒啦，爱跋筊啦，吼，爱去趴啦，吼，你爱趴，你爱自己吼，自己卖啉烧酒，卖跋筊，吼啊卖吼卖食薰，然后你再叫人讲啊，你除掉。你自己啉烧酒啉到天然醉，啊，你唔通啉烧酒啊，啉到你天然醉。人若要听，你第二摆你啉烧酒啊，哦，啊你自己也要开要挂，你叫你唔能开。伊讲哦，你自己吼爱先毒哦，那了后你才会来叫人毒啦。你自己若无毒哦，无自己的歹习惯哦，要叫别人治哦，世间无即款的代志，人唔听你啊，啊你第二摆咧播啊，你第二摆咧慢慢咧啉嘛，啉嘛天天出咧，为所以你爱自己先毒。为着安尼呢，你自己爱先布施，即个施就是我爱布施。自己爱修戒律，戒律就爱修戒律。你自己爱度爱持足，你一个人来持足哦，就会袂贪袂出啦。你一个人若无持足哦，你就会贪哦，这一定的道理啦。啊，你若持足啊，我都有教着我，你自然袂去贪人的物件哦，你会知影。你自己爱打拼行正道。了后，你才叫别人来行正道，哦，这是幽默释戒经安尼讲，而且注意嘛安尼讲呢，注意辅助，优先依据，连着可以证明之先，无恶依据，连着可以证明之恶。这注意辅助下好讲是这个宋朝的一个大学者，伊讲你有做先，哦，你自己有做先。了后你才讲啊，你唔着较俭嘞，莫安尼奢侈浪费嘞，你嘛爱加减做善事，哦，即种就是讲你嘛爱加互劝人就对啦。会先，你自己无做恶，你了后你才会使纠正别人讲你唔通做歹代志，即一定的道理嘛。而且即个无牙香的即个吼基督教内底即无加福音伊嘛安尼讲，马太福音为什么？看见你弟兄眼中有刺，又不想自己有流氓呢？你自己眼中有流氓，怎能对你弟兄说，用我去掉你弟兄眼中的刺？这马太福音嘛，会使讲基督教的四福音的其中之一，这个基督教有四个福音：马太福音、马可福音、约翰福音、路加福音，有四福音。伊讲，这耶稣讲，恁为虾米呢？看恁在三兄弟，我目睭有一支刺，是安怎？你无想过，你有一支吼，这个牛毛刺较细啦，啊牛毛较大，这意思就是安怎？你看你的西，看你的西兄弟内底讲有一个过失啦，过失无吼，啊你家己无想讲你的过失比你西兄弟啊，吼比你西兄弟啊过失搁较大，你家己过失搁较侪啊，你做歹代志较侪啊，这牛毛就是较抓啦，哦较抓。伊讲你自己眼中有牛毛，你自己有过失就真大，怎样啊对你的西兄弟讲？甲好，讲你吼，你迄支吼，你的过失吼，你爱吼爱改掉啦。意思就是，干那要讲别人啦，自己无要修养，啊干那要叫别人无修养。所以咧，自己的过失吼，啊先除掉，然后你才会使讲啊，你的过失爱除掉。这就是咱老师吼修道的作风啦，吼，伊讲定啦，
教这弟子讲，你唔能一直讲别人嘅歹代志，你自己家己修养。哦，即咱老师嘅作风就是安尼。所以咱老师创啥物拢以身作则，而且咱老师吼，伊时常引述即个王善林嘅即个一句话讲：学道爱实实在在去做，确确实实去行。道是行的，业是做的，唔是用嘴讲嘅。哦，你若无去，你若无做吼，都无道啊。所以咱老师已经尽全部的心力，把国家的经典的这个吼传承经典讲给咱，给天下众生，并着咱老师的至诚之心，修持忍辱波罗蜜的功夫，所以各地同修颇受感召，所以就纷纷发心，设立感应中心，自所有大溪、宜兰。东山、罗东、淡水、天元宫、总会、内湖、松山、板桥、罗州、三峡、土城、山顶、三重市、虎尾、嘉义、河尾、鹿谷，以及台南各地设立这个感应中心。后来门下弟子看到老师已经高龄啊。才想讲这尼啊蓬勃兴隆，才参详在宜兰建立一个道场，把所有东山、大溪、罗东各感应中心集中在宜兰道场来讲经说法，消减老师一丝的蓬勃。啊，那台北方面就无法度集中啦，甲中部、南部更加不可能。但是咱老师啊，心上。心存非人不倦的精神，有甲无类这个孔子的思想，来了观众生的佛境，以用直指人心、建设生活的真理，来了悟先天大道，也以用善巧方便、随顺因缘、三机平衡，引述各家真理。使众生在迷茫中得见青天白日，昏聩中得闻法音，是以各地讲道，聚集无道者来自社会各阶级，无论富贵贫贱、才智贤愚、懦弱，一律平等，重点法务，讲到咱老师的道业的成就，咱老师的。诶，即个吼，就是咱寺庙诶功劳，会用讲非常诶大。在咱老师出外经商，也是传道之时，以微薄之收入来维持家庭生活，会用讲辛勤教育子女，使子女知孝道，到子女能独立了后，咱寺庙就跟随咱老师到各地传道。在民国八十年农历十月初六来几天，咱老师遵照礼教，不浮躁，不浪费，办数字鼓励，准节地方费用，捐赠宜兰市动领救济之用，又搁买一台即个车，奖励即个皮信荣吼，伊个学生来载着吼，所有只吼听。在因哩当地听众吼，啊来听咱老师的道理。咱老师曾经在大师频道演讲《万丹生一术》，方道综合各教的经典，加有签名，堪称为咱宗教一个大宗师。而且在这个节目中，无广告的这个插播，无这个经费的款募。是以谈多不谈钱的宗旨，所以就无广告插播这种的现象，而且供应应压大一切免费奖赏，创立大师节目的新纪录。由以上种种的现象，都是咱做业弟子爱学习的。咱老师在世致力注解经典。上言结义，以弟子上面结缘，来者同修，去者不留，来无欢喜，去无担忧，为宗旨，又得济百日，
法令过主干，及文人过自足，正心修心自用。对这个法律吼，我即马分互你，我简单吼来讲吼，恁大家做，互你了解者。这个法律第一讲，先做说法，但多不无法，回归本质，自然过用心。第二，修育修习，人无信不立，言出必行，信为功德庙。三，做好模范，引领行正道，以身作则，身教性言教。四，来者多修，去者不挽留，来无欢喜，去亦无烦忧。五，衣服端庄，身貌目色堂。六，重视不义，性义用空怪，用公快。七，自居安闲，欲乐修本分。八，行为端正，见事为礼义廉耻。五伦，即马来简单吼，稍微来简单讲者。即马咱老师讲第一啦，先做说法，就爱淡道不啊，就是比较讲我一个台顶咧讲道理。啊，就安尼，爱淡道不淡钱，安怎淡道不淡钱呢？你讲道理吼，袂使讲生理，袂使讲叫做赚钱。第一咱话，你讲道理时，袂使往现金箱啊，互人落钱，也是讲来卖这个吼书啦，吼卖这个吼录音带，拢袂用的。啊，你袂用讲这做生理，吼袂用讲啊，等我即摆咧讲道理哦。啊，你吼阮家比，这是比较啦，讲啊，阮家吼啊咧吼。咧卖物件，啊，我咧讲道理袂骗人。你来阮家吼买物件，我会较俗卖你，袂使讲即个钱吼。你吼这就是谈道不谈钱啦。但是你道理讲煞了后呢，啊变啦，回归本质，事业过人生，你事农工商，哦，可比讲我做生意，啊，我即摆讲道理煞，我转来都爱做生意，爱趁钱啊。啊，你若做农的人诶，啊！你听到你听煞，你转去咧，啊！你倒去就去做你诶田，去趁钱。即就是属农、工商、各营生做生意，就是即个道理。你讲道理吼，甲即个钱也分开啦。即也了解。第二咧，讲修育修习，人无信不立。安怎？你一个人吼爱修育修习诶，咱孔子讲吼，一个人若无信吼。无法度在即个社会徛起，吼，无法度，吼，这是孔子讲的，人无信不立，讲言出必行，信为公德庙的。所以咱老师若答应，若讲要讲道理吼，无方法，吼，我先来讲的，绝对无，除非啦，交通断绝，也是讲即个堂主讲啊，我当时啊无时间咯，安尼才无来。啊，无吼，那即个风雨啦，做大水啦，吼，对无，拢同款拢一定爱去讲，除非交通断绝，吼，即个修行。所以咱即个信啊，即个信会使讲吼足重要。所以讲信为功德庙，吼。第三就讲做好模范，吼，你一个人爱引人行正道，吼，哦，爱引人讲爱安怎来修行，吼，来修心，啊，毋通贪嗔痴。哦，你爱讲，爱以身作则，你本身无，爱袂使有贪嗔痴啊！你像一般即个宗教，你看，啊，我庙里咧欠钱啦，哦，我吼，我咧无所谓啊！你家己都贪啊，吼，你家己贪，你叫人吼，叫人卖贪，啊，你就无理啊！所以讲，以身作则，身教性言教，言行合一，言行啊合一。所以咱老师传道六十几年来。都无共收过一届面，就是安尼啦。就是讲，伊啊做模好模范互人看，这就是以身作则。不再来呢，伊讲来者当修，去者不挽留，来无欢喜，去无烦忧。就是你今仔日咧传道者，你无论吼，一旦去地方，去堂主叫你讲，无论讲济人少人啦，伊爱照常讲。有个人吼，这以前我捌听着。诶，即摆嘛还阁有哦，迄道场哦，来较侪人哦，爱着要讲，来少人，伊着无爱啊，我着无爱讲，啊，你着无平等啦，所以你才要讲，咱无亲，咱老师讲，
你招人，你嘛爱讲，袂用讲招人就凊彩讲讲，啊，若坐人哦，啊，就讲讲个较详细，袂用安尼。所以咱孔子哦，在周游列国的时候，啊，有两日来咧听伊讲，啊，孔子是讲甲安尼，道理是讲甲彬彬有礼。啊，一个吼做餐人阿伯，讲老先生啊，啊，这两个囡仔是啊，恁讲道理讲甲有三个。伊讲老先生啊，都两个咧听尔，你来学三个，伊讲都三个，讲啊老先生啊，你讲道理讲到吼，头壳有烧啊，烧到，伊讲我烧到，我送你听嘛，讲好啊，哦，一两三，哈，啊嫌你也要听，伊讲我若较无爱听，我搭讲道理要创啥，啊，所以你讲道理吼，唔是要讲互别人听哩。像我即摆咧讲，我嘛爱讲，我到底有做无？我即爱讲我家己听咧吼，所以意思咱才讲哦，啊，修己治咧，来自己修养家己咧，啊，才会来叫别人修咧，这就是安尼哦。所以才讲，无论济人少人哦，爱平等啦，哦，这就是讲哦，哦，讲吼，这来者当修，去不管理，来无欢喜，济人免想欢喜，爱看伊的心要修哦。咱老师咧讲。讲吼，有个人吼，哇，足侪人咧听咧。像有个人讲，迄传教的时候，讲几啊千人，迄几啊千人，伊讲啊，真正有要修哦。老师讲，若安尼吼，要认真啊修哦，几个啊就好啦。伊讲啦，若真正要修，几个啊就好。咱老师就是安尼。所以吼，毋是讲讲道理好多，爱足侪人听，毋是，爱看对方要修，毋修较要紧，或者爱了解。第五咧，咱衣服啊端庄，身貌无失态。咱咧吼，咱无论咧讲道理也好，也是讲你要出门也好，即里外啥都爱吼爱安尼创个端庄，爱个端庄，唔免讲都爱穿水，爱做爱穿个清气清气就好吼。啊，你讲道理讲袂个失态，啉烧酒袂使进来讲道理，哦，即个哦，即都爱讲吼，爱了解。不过第六个强食不忌，安怎？你食饭时啦，唔通安尼讲甲嘴咙发不叫啦，吼！所以咱老师话讲，你要讲话会用的嘛，会用的爱退三步，用爱退三步，因为你安讲哦，啊，规桌顶会踩到，啊，这嘴咙噗啊噗出来，迄吼，迄颠倒的细菌，我会走甲迄菜里了。伊咱老师就讲，讲你莫讲话，啊，若要讲爱退三步。看下你学这个讲快，因为你硬菜的滴哦，咱若你硬安尼才出来尔。啊，你嘴若水啊，噗噗叫，规个倒掉哦，拢互你噗咧嘴热，电都唔好啦。我说你讲，这咱控制嘛同款哦，食不言，吃不语，你咱控制嘛安尼讲，你来控制内底，迄吼伊教过，你有滴相当偏也是，你内底嘛讲哦，所以。强食不忌，性欲用强公筷。啊，我若啉烧酒就袂记啦。咱老师讲啉烧酒杀菌。我若啉烧酒咧讲话袂较紧哦，袂较袂较熟悉。我第七啊啦，讲你英明吼，居住安闲，欲乐受不能。啊嘛，你英明的时候，这欲乐就是奢侈浪费。你若迄内底甲讲。迄奢侈浪费，你永远袂使讲啊，招像我人来饮烧酒啦，来吼，来嘻嘻哗哗来奢侈浪费，吼，来吼奢侈浪费。你爱修你的本分，卖当是非啊哦。若闲的时多看一寡书啦，或者落安尼吼，哦，啊，搁再第八咧，我话行为端正，实践素人，这素人就是礼仪严体啦。你做代志吼爱端正，爱行正道。啊，才有对人有礼貌，啊，有道义，吼，啊，清廉，啊，哪讲爱扎廉耻？当今的人可以去做贼啦，去非法乱做，这拢是唔知影见识，就是唔知影廉耻吼，伊才敢去做歹代志。所以你爱扎廉耻。啊，五路呢，爱有大有细，五路就是君臣、父子、夫妇、兄弟、朋友，这五路哦，啊，分得清楚，啊，分得，这就是咱老师一生传道的作风啦。也是爱问人吼，伊爱问下戒指，爱遵守这个要案。啊，当咱老师吼已经五天了啦。啊，这样
取下真理的方言吼，啊，着爱看啊，看咱只真心要修的弟子的心智去发扬。你若有法度遵守这个法律来，去遵守尊师重道这个理念去修，这就是得到老师的依拨啦。啊，你就会修行正果啊，啊，就会见到咱老师甲咱弟子们祖师的真面目啊。所以哦，只要照这个法律来去修。自然理念，啊，你就法度得来上天，啊，见咱老师，啊，过咱二顺的祖师，而且哦，讲咱哦，咱二顺的祖师是定在，二顺的祖师的太太，讲哦，咱若要叫我爱祖庙啊了，哦，所以咱要教伊，我就定来讲，咱住这世间哦，斗斗阵哦，讲咧讲啥物感情偌好，无稀罕，安怎才有遐呢？死了后，回来去上天咯。迄句也无法度讲，大家斗阵见面，这真正珍贵稀罕。这吼，这是我定在想嘛，我的愿望啦。咱互相鼓励啦，互相鼓励。那阮师兄讲吼，咱斗阵就是啊，互相探讨，探讨啊。唔对，就爱改进啊。做唔对，唔免惊。你若做唔对，若惊永远吼，伊唔对吼，拢无法度改进。咱若做唔对，爱承认啊，我唔对，我唔对，哦，我改进。那安尼哦，自然就法度忏悔改过。啊，你若做唔对，惊人知吼，迄永远都无法度吼改进伊过失来。啊，时间也差不多要到，所以咱这就是讲咱老师吼，甲恁教这个道理，啊，咱啊好好珍惜。咱今仔日有一款了。因缘有这款幸运，啊，拄到咱老师、个咱祖师教咱的真理，你甲想来，一般当今的宗教，看有法度讲这个道理。虽然小妹口才无好哦，口才是无好，唔过呢，伊这拢有根有据呢。哦，像恁吼口才好，佮有这学问哦，恁会使去发挥，会使发挥，自这个真理啊，去传到世间人。哦，唔通讲自己真理啊来断绝，安实在太可惜哦。啊，最后呢，我祝福咱只大贤大德啊，师兄师姐啊，这身体健康，道业精进。道德的妙用，道德的妙用，在不求诸己，需要细心化了明心，天心光明地。取呀西行花呀冰心天心光明地。